の名前は駅伝ごめんなさい。続きはねえ、続きは僕はとても悪い魔法使いなんだ。欢迎收看这开箱Konnichiwa wa Eva 是 YouTuber， 我是鲨鱼。好了，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款精品，我觉得就是它的整体造型非常不错。好了，就直接不吊大家的胃口，直接就是来给大家看看到底会是什么呢？嘿，没有错，就是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强欲的艾基多纳。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这一款的原因，就是整体所呈现的样子，我觉得也非常的可爱。在剧中呢，艾基多纳一开始是给人强烈的一种就是很性感的大姐姐的感觉，就是带着那一种就是有一点坏坏的啊，又会有一点小傲娇，又有一点小强势，那小强势里面又带一点就是那一种娇羞感。所以在剧中的那个强欲的艾基多纳真的就是也带给人就是那种强烈的印象，银白色的头发搭上就是雪白的肌肤，还有他的那个黑色洋装，我相信所有的就是丛林的观众们看到了之后也马上就入坑啦。 OK，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怎么那么大？我该怎么说呢？这尊真的好大尊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一尊哎！这次的那个大小饱足感真的是非常的强烈。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一只的艾基多纳吧。这只的艾基多纳，它的头发的那个细节刻画，还有那一种就是银白色的那个效果有呈现出来。它头发的部分则是采用射出成型的方式去做呈现，呈现在剧中银白色那种飘逸的头发感觉，衬托出了就是雪白肌肤的艾基多纳，搭上就是它黑色的睡衣，在它身上的穿着达到了那一种反差的视觉效果。再来就是他的腿部的塑形，还有他那个手指的立体感也非常的不错，在他身着的那个睡衣啦，立体的皱褶感有给他呈现出来。虽然他这次的睡衣非常的单纯，也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但是皱褶的地方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充足。表情的部分呢，我觉得他的眼神非常的到位，白色睫毛地方的效果呈现出来，然后带着腼腆的微微一笑，翘着二郎腿在椅子上面，有一种想要今晚跟你坏坏的感觉，但是也是难逃就是分膜线的问题啊。整体塑形非常的漂亮，整体的质感也还不错，但是这样便宜的价格，我觉得 CP 值也算是非常的足够啦。这样子的艾基多纳在我心中也是一个女神之一的地位。这只的艾基多纳呈现的整体感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再加上就是椅子的搭配，还有它的坐姿，你看它那个表情加上它这个坐姿，然后再来就是那种撩人的衣装，真的就是想要今晚跟你坏坏的表情。这一只强力的艾基多纳，所有就是观众们站在心中也是一个蛮有分量的一个地位。好了，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的精品强欲艾基多纳就开箱到此结束啦，一样也是把这一支抽出去给大家，抽奖的方式就在以下的资讯栏。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订阅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